道，反正很软，然后蛮深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到这里就是你，我已经碰到。可以两只，像一只水泥，两只脚可以垫一点，然后左右能踩。可以吗？显得更亮些。但是就看上面冷不冷，冷的话就算了。还好，我觉得应该吧。好的，我错了。这么细？我刚错了，我以为我就这样可以踩上来。确实可以上。我们朝南走。朝里面吗？朝外面，里面水太多了。我喜欢水的，我不喜欢。没有，我都还好，反正，毕竟我是。应该可以吧，大概。如果跑得起来的话，到这里就有点跑了。啊，这个你看那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这种完全可以跑起来。这种就是有很多小包包，然后黑色的，就是沙子。对，我后面踩着，我也踩着很多小包包。跟你沙滩是一样的，海边上的沙滩是一样的。裙子已经。没关系啦，过一会儿可以洗。等一下，今天水位发生了变化吗？朝这边。嗯，发生个问题。今天涨水了。涨水？哎，为什么沙子？沙子，你不爱我，你不是应该很？等一下我。哎，好的，我等一下你。我可以跪着。啊！我觉得我要下去了。两条腿并拢一点，然后左右摇摆，然后你就可以真正的下去一点。哎，啊哈！你想出不来怎么办？出得来的。啊，我裙子蛮好。好了，下不去了，就这里我就已经下。其实还是可以下去。啊、怎么了？那是老鼠吗？哪有老鼠？哪会有老鼠那儿？那不是，那是石头啊，石头。这种地方不会有老鼠的，这种地方连棵草都没有，老鼠都没吃的。啊！碰到地了。然后你左右晃，其实还可以下去，因为这就是。我怕我只剩个头了。这个时候应该爬出来吗？这个时候。你还可以陷下去点吗？陷到腰。看一下。虽然听上去很变态。没事，反正你给钱。夏天有没有觉得很凉快？这个地方的确很凉快，但下次我爸要知道我在这里这么凉快。你觉得我上来了吗？你坐得下去吗？把屁股坐上去。已经在下面了，这里是腰，对，这里是腰，非常了不起啊！使劲摇，摇一发。我在干什么呢？迷玉吗？啊，妹妹，你就是。然后你不动的话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卡住？稍微停几秒钟。嗯，这个倒是。然后。往外面拔。哇哦！竟然拔出来了。对，太细腻了。